我是李小冉。对于作为演员的我来说，30这个数字是过去10年中与我相遇的30个角色。戏外的世界里，我喜欢在旅途中看不同的风景。30也是沿途的30个目的地，或许也可能是未来一段30天悠长的假期。30对于我来说有着形形色色的意义，多面生活值得期待。